salad， 熱飲，海洋，瑜伽，煮飯，留屋企，一字馬，美劇，刑事偵測檔案。哦，阿蛇咯，唔見銀包。但我兩個女兒要分喎，迪士海洋公園得唔得？兩樣都要。冇衰嘅客人嘅，比較多嘢問啦，或者複雜啲啦，就有咯。好似嗱一個例子，我諗大家可以認同。好似你打麻雀，你打緊麻雀，你會見到真人嘅性格。係嘛？即係可能輸錢贏錢，你要真正見到個人個性格係點嘅。你做瑜伽係一模一樣，你做瑜伽企落個脊，我教你一個仔細動作去做嘅時候咧，就反映到你本身嘅性格。有啲人係，唉唔做啦咁辛苦。有啲話，哇咁辛苦嘅係努力啲啊。有啲話你教咩啊？你教到咁嘅，即係會好奇奇怪怪噶嘛。所以我覺得我最又唔係懶啊，但係個 EQ 要好高教瑜伽，因為。你個社會係太多唔同嘅人嘅，入到你間房係你嘅責任，所以我會覺得最辛苦都係用你個 EQ 去令到成個堂好暢順，亦都學到嘢咯。佢哋生命裏邊最唔開心嘅階段咧，就係我媽咪喪禮。係啊，我諗就嗰段時間，我嘅生命裏邊，我會覺得係，我覺得每條頭髮個細胞都係好唔開心咯，誒嗰段時間係我好深刻，我最開心咧就好老土喎啲開心，即係真係一家人一齊嘅時候咯，大女細女，我同我先生誒同埋我屋企啲姐姐，其實我都好錫佢哋嘅，佢都係我哋家庭，我哋一齊食緊飯已經係即係嗰刹那好開心。即係真係有呢個好好感動嘅感覺嘅，我係好簡單已經有呢個感覺，即係我冇需要太多嘢令到我有呢個感覺。係我先生嘅性格，同我好唔同嘅，不過就大家係好好啱嘅，即係好似 LEGO 咁 chop 咁樣就入咗去啦。咁即係譬如我到我有時我有個低潮嘅時間，即係譬如我媽咪過身啊，女女喺醫院嘅時間，我有段時間有件好低潮嘅，即係會喪喊啊，即係都會問一下點解要咁。咁佢就會係一個 it's okay， 即係會安慰一下我。咁當譬如有個情形，譬如我有時我先生我個大女入咗 ICU， 咁好嚴重好 serious， 咁佢喺度喊，到我。It's okay， 特殊小朋友的家長很多時候會離婚的，那個美國的 survey 很多時候 45% higher 會離婚的，但反而覺得是我和我先生，而因為我女女的經歷，或者做了媽咪爹哋之後呢，就反而 close 了，是啊。